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你们全都被愚民、被欺骗，只能在没有红利的商业浪潮里充当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养分。家人看不起你们，朋友看不起你们，社会还抛弃你们。但是，我们这里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，我们会擦亮你们的双眼，让你们看清这个商业社会的底层逻辑，成为真正的弄潮儿。我们这里没有失败者，我们这里只有放弃者。口号：别放弃。赚钱的唯一途径就是资本运作。我们销售的是世界前沿的量子保健品，参与的是上面特批的工程，叫814工程。每个合作会员认购一定的份额，然后通过我们的销售网络进入资本运作。为什么我们这里都是亲朋好友啊？因为我们要和亲人朋友们一起努力，因为我们要和亲人朋友们一起赚第一桶金。你不相信奇迹，奇迹！ 别走，警察！什么警察？别吵吵！哎，我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谁家属？有认识的吗？三哥，又有人闹事儿了！你俩给我老实点啊！ 我看看这谁他妈又在这给我演警察呢啊！我说你们这些家属啊，就不能给我换个词儿吗？左一个警察，右一个警察的。同志啊，我劝你别冲动。别冲动？我就冲动了，怎么着？给我打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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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点，过来，蹲这儿，蹲下。哎，来，走，快点，蹲这儿。我们的鞋来，咱们扫一下这个。对对。听说你一个打20缸？快别废话！废话。哎，叔叔啊，现在知道40多平能装多少人了吗？啊，什么失策？你当时不说要护着我吗？啊？ 我还不活，啊！瞧瞧我这手，他妈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！朱队，葛芳，你就是葛芳，你有个男朋友对吗？不关他事儿，警察同志，他不知道我做的这些，真的不关他事儿。 你昨天联系过他吗？没有，没联系。那这上面有这么多个电话，不是你打的？他说送我一块二手的天琴表当生日礼物，就是跟我商量下款式什么的。你们手机不都被收走了吗？ 会因为一块表，让你打那么多电话。